呀？墨镜都戴妆了，我帮你。啊，好重啊！瀑布，看到了吗？看见水了吗？瀑布，看到了没？以后找男朋友要找这么帅的，好不好？哥要不要抱你出去？谢谢。房间吧。安琪，你在哪儿啊？他躲在哪里了？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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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她是超人，她一直保护着我。你看那个球球，看到了没有？我太脏了，厕所变了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。哦，你看到了别的车了。我看到了别的四车。妈，我要去化妆。要去化妆。要去化妆。我弟弟要化妆。你要化妆啊？你要化妆吗 ？A 的要化妆。好。好吧。接近水晶。好吧。啊！哎呀，牛！你看，我看到有牛。哇，牛！有牛。我们下去跟牛打招呼好吗？你看到牛了吗，咪呀？没看到。你看到？看到牛了，耶！好了。好了。走开！他都来了。嗨，说牛，救命呀！啊，救命呀！哎呀，我来吧。这头牛好辛苦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大呀！不能。妈妈，我要飞了。妈妈，现在找到你要做马呀？是这匹马吗？要。你要什么？你要马。那如果你拿过马来，你可以给 A 的摸一摸吗？可以。A 的。啊，姐姐选了马了。啊，好了，我们来拿马吧。啊。OK， 哇，好紧张啊。啊。我们拿到了船票。哇。好，谢谢。米娅，你要拿一下吗？你要这个呀？你不要，你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啊！好吧。我们要去巴奇客栈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米娅，我们要去找路喽，走了。哎，对，牵手说。等一下哦，妈咪给你扎一下头发啊。妈妈。哎。哇。走，推着我的箱子走吧。哎，对 ，Let's go。对，好棒！这边，一个神奇的自动行李箱，是不是米娅？你看弟弟多棒！啊，这是谁 ？Yeah, go this way. We follow you. I know. 妈妈，哎，你都戴妆了。谢谢，可以了。你都戴妆了，太高了，上不去了是吗？哎呀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牵着 A 的那手。妈妈抱啊！没有坐好，这不行，我们先上了台阶，再上去好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但牵着 A 的手 ，hold hands, please, yes。啊，是不是掉了？没事，放心 ，A 的。我帮你。好的，谢谢。A 的，扶着妈咪的包，哪都不许走，你们两个帮我看着包，好吗？好，哪里不许去哦，等我一下。我会的。它是往这边吗？坐船是往这边吗？请问。好重啊！谢谢宝贝儿子。好重呀、啊。好，
我有船票，能坐船吗？我要去八旗客栈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啊，好，谢谢。咱可以翻船了吗？可以了。好嘞，走吧。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？你看，这个是个桥。哇！哎呀，你看瀑布。哪有瀑布？你看 waterfall。那是瀑布。对 ，waterfall。我看不到。瀑布，你看到了吗？哎的，瀑布，哎的，瀑布，哎的，海瀑。看到了吗？看见水了吗？瀑布，看到了没？瀑布水。啊，瀑布水也可以。瀑布水。瀑布水吗？成了，成了瀑布水了，是不是？看不到瀑布。嗯。哦。对，大白鹅。哎的，你看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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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鹅。哎，我喜欢。喝水，我喝水呢。好多鸭妈呀！还有好多鸭呀，这是鹅，宝贝。鹅和鸭子是不一样的。你看鹅的头了没有？它有一个黄色的冠。妈妈。哎。妈妈。哎。妈妈，爸爸。这是鹅的妈妈和爸爸吗？对。小鹏喜欢唱歌吗？我说，来一首歌呗。咪呀，唱个歌吧。不要。哎，等要不要唱歌？也不要。不要啊。我要大的给你唱一首呗。好吧。白白给你唱一首什么呢？小时候的歌曲啊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啊，行吗？行，谢谢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，它四周环绕着随手红墙。啊，到了是吧？对。好嘞，小朋友 ，goodbye。爸爸，爸爸我是队长妈妈，给我来吧。谢谢米娅把门帮妈咪打开了。哇哦，来看看，我觉得好像是他们要让我们选房间吗？哇哦，这是一个房间。米娅 ，Aiden， 来。再去看看别的房间，这个像我们的房间吗？蓝色 ，Elsa， 有 Elsa，、哦、哎呀，好棒啊！我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那好吧，我们就在这里住了，好吗？好，妈咪把 Aiden 弄进来，好吗 ？Aiden， 哎呦，把这个房间关起来。妈，不要这个房间。啊？不要这个房间。我们去房间玩，房间没有那么热，好吗？玩具。走吧，妈妈，这边是一对唱片。哦，哇哦，唱片吗？对，还有三只猪的。还有三轮。这是我的床，这是我们俩的床。对了，我们三个人的床，好吗？对。东西放在哪里呢？你好，李丽。等一下再给你拥抱，我们家小朋友嘞，都在里面。来看。我们两个小小怪兽，小阿姨好 ，Hello， 漂亮吧？阿姨漂亮。嗯，我介绍一下，她是米莉 ，Milly， 对。然后米娅，你自己介绍一下，叫什么名字？你们两个我都认识，我也都知道，没有陌生感。虽然不在一起录节目，我们还是看节目，所以看到叶南青和米。米莉来的时候不会觉得陌生，反而是觉得是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。要不要去玩，跟哥哥姐姐玩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去看房间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也去看一看。好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嗨，睫毛好长哦。哎呀，那一定是谁吧？真的很可爱耶。啊，你说妹妹也好可爱哦，说明眼睛小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他生下来的时候眼睛都是，就他爸爸也是，啊、到小学三年级才出生。妈妈，你看他在笑，哥哥是不是？默默啊，哥哥，哥哥。啊
可高兴了，咦，拍拍手，拍拍，哎呦，给哥哥拍拍手，因为你摸他，他给你拍拍手。艾德，你要上来吗？艾德，你脱鞋子上来看 Let It Go 好不好？要吗？啊，那我给你脱鞋，上来，给你脱鞋。你跟这样年龄在一起，好家伙，挺好的。你要上来吗，咪啊？你要不要看 Let It Go？ Let It Go？ Ada， 你知道 Let It Go？ 你怎么喜欢？然后他特别好笑，姐姐要喜欢 Elsa， 所以他就只能喜欢安娜。怎么？你还不好意思讲，大声讲嘛！你讲话大声讲，你看看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妹妹，以后找男朋友要找这么帅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以后长什么样还不知道。看到 Aiden 的那种，就又想摸，又有点不敢摸，然后又拉着我的手去要去摸米莉的那个感觉，也是个小暖男。觉得哎，他会有那么细心，然后也会去在乎一个小朋友，像这样子，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最可爱的地方。哎，哥哥全部都给你了，怎么那么棒？然后你的给姐姐，这就叫做分享哦，懂吗？我们拍拍手，好，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哥哥给你这么多东西怎么办？你要先摇哪一个？你摇哪一个？摇哪一个？你怎么那么瘦？怎么那么好？生两个都那么瘦，哦，小心哦。嗯，我其实天生的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哎，我生完了，可能因为我就是比较，我当然不是像你那么会带孩子，但是我也会带。你很会带，好不好？我刚才在讲，他们说你觉得是个妈妈，我说我已经够谨慎的了。我说我怕你妈妈书帮我垫底。我说但是我都能理解。哇，这是妹妹的吃的，不是你的哦，你不能吃这个哈。给她一个没关系，那个没什么味道。所以其实可能是操心，然后真的是操心，又愿意自己亲手下手去带孩子，就瘦很快，就瘦得很快。对，哎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我给你。不要不要，他不要一个，你要吃吗？啊，好吧好吧，那这没味道，所以比较不会那个不营养，可以吗？谢谢。我上方是什么？你看看是什么？那 Adam， 你拿一个给米，给个米粒，给米粒一个，拿一个给他，拿一个给他，米粒。说谢谢。他不会讲话，他这样就是跟你说谢谢了。谢谢了。啊，吃吧，尝尝。哎呀，给妈咪呀，你吃你吃。你吃 Aiden 吃啊，乖了，看傻了，看 Aiden 怎么有这么好看的哥哥？你看，打药，你跟阿姨说，阿姨说嘛，你要还要跟阿姨，还要一个。What's the magic words? Please. Oh, magic words. Magic word 就有 star。再给米莉一个，可不可以？再给米莉，来，米莉，OK。没关系啊啊！你还会喂小朋友，你好厉害，挺暖男的。原来平常只是没有发挥而已哦。对对对，没有机会就没有特别亲亲小妹妹什么的，是不是？米莉，嗯，我去，没有，我去看一下米娅。哎，对，你过来一点，不要掉下去了。The magic word， 那你要跟他教他 magic word 啊，太多了，一次一个，好比较好。来，米莉呢？米莉啊，好，最后一人一个，那这个先给米莉好不好？这个先拿给米莉，对不对？要分享，所以先给米莉，哥哥先给你，怎么那么好？哥哥都没有自己先吃掉，嗯，好，对，好了，那今天这样，晚上再来拿五个，可不可以 ？Adam， 晚上好，白天五个，晚上五个，好不好？嗯，你想我们出去玩吧？那这是玩捉迷藏怎么样？那换我藏，然后你数一二三四，好不好？我数到几？数到六。我看，我六七六。对呀，我差点都抓到你了。
里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。就这儿嘛，就这儿。这是一个好地方。藏吧，不要数了哟。一会儿你没藏，然后我知道你了。安琪，他在哪里呀？安琪，安琪，你在哪儿啊？他躲在哪里了？你觉得？我就在这儿，你怎么那还没看见呢？我也找到一个。谢谢。他在我的房间里呢。换我来了。好，我先藏。这可以藏。在这儿。你找到我了。但是我妈妈，我妈妈没有睡觉睡。看这个，换我了。一二三四五六 ，OK。这上面有什么？你来藏，我来数。没事，我不藏了。你还得扶着那个爬。对，而且你教我怎么爬。就两手扒着这，然后就爬上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这不是爬上来了吗？对。那些是什么？是我弟弟，咱们找我弟弟。安琪，安琪哥哥，你把这筷子拿出去。对呀，他还不太会说话呢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等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妈妈，但是我的鞋子里有沙子。好。妈咪跟你进去换换。安琪，妈妈，我的鞋子里有泥。好，我们去，你帮我看一下 Aiden 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这个翅膀子都不飞，它没有轮子就不飞了，对吗？对呀，不飞的翅膀，它是不飞的翅膀。他说，你说这个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了，对吗？对呀。这个翅膀，哎，这个翅膀，要不要看看那个小哥哥去，要吗？要看看小哥哥去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走，那边，这边，哎，对，这儿。我看到了。阿姨，这，这什么地方？这个是这个地方，知道了吗？这个小哥哥。玩这个的小哥哥，这个小哥哥，啊，咱们走吧。好吧，走。哥要不要抱你出去？好吧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要不要找米娅姐姐去？那玩一会儿了。玩一会儿那个要不要？好吧。这个，哥哥扶着这个，你上去。我都太大了。椅子太大了。那你先把飞机放下，放到这儿好吗？然后哥哥抱你上去玩一玩好吗？安琪。哎呀。安琪。我都在这了，这个是松鼠安琪。我是安吉，不是安琪。不是安琪吗？安吉。安吉吗？
二级。埃及，你能坐上去吗？又是个齐轮，齐轮光盘。二级，二级，二级，哎，怎么了？我坐二水袋。啊？不要乱来！埃及坐上我二水袋。安琪，妈妈上去。妈妈妈，我二水袋。三，谢谢。不，你来吧。等等，哎呀，他的屁股也没露出。好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是安全带。他说那是他的安全带。你去我房间吧，安琪，安琪。不用了，哎呀。安琪，我们玩房王来追游戏吧。什么呀？一二三木头人吧。是对。一二三木头人不说不许动。你学什么造型？好，你说。好。一二三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。这是什么安琪？你看那个葫芦，安琪哥哥，咱们要把那个葫芦摘下来，咱们就是葫芦娃了。葫芦，葫芦，你跳跳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会摔到那个花里面去的。安琪来出来，怎么办？来来来来来来 ，Aiden，Aiden，Aiden。妈妈，我没事。不行不行。那怎么办？但是我这样，你们都出来，你们先出来，我帮你们想办法，好吗？好。你们要葫芦，我帮你们想办法。啊！小心！我到了！哎呀，妈妈，我们的葫芦！耶！耶！妈妈！哎呀！哎呀，等我玩一会儿。安琪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石头剪刀布，你们两个谁赢了谁玩这个。在我玩的好。我们大家是这样的，我们葫芦是放在这里看，来，我们来看，来看 ，Aiden 来看，来看，来看，看看看，哇哦！啊？你要干嘛了？哎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哎呀，我的口水怪！你是口水流出来的吗？你是喝八头口水流出来的吗？想喝八头？啊？真的要八头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妈妈看一眼几点了，好不好？看能不能给你喝八桶。哦，十点半。好了，我给你喝八桶了。都不知道饭几点吃呢，哈。妈妈给你喝八桶。你要喝多多的还是少少的？八桶。你八桶是多多的八桶还是少少的八桶？多多的八桶。要什么？几把八桶拿过来？自己泡八桶是不是？哦，你是想泡八桶还是想喝八桶，艾登啊？吃这个爸爸的。好了，你在这里坐好，妈妈给你泡八头，好吗？哎，要不要喝牛奶？没有。还是喝牛奶吧。好好说话，说 no thank you。不要跑下来哦，跑下来没有八头哦。我来了。米娅，你来了，来，宝贝来。自己来，来，妈妈，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姐姐不出来，不可以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姐姐是我的女儿，是我的心肝宝贝。不行，水，你也是妈咪哦，那你喝水吧。你也是妈咪的心肝宝贝呀、啊。哎，烫啊！妈咪帮你把衣服脱掉，热不热，宝贝？不热。那你快点问完了，快点回来好吗？米娅，这可以给米莉玩吗？谢谢，她可喜欢这个了。那么跟米娅姐姐说谢谢。有，你看她用眼神看着你，就是谢谢了。拿吧，拿吧。那我拿着吧。拿着吧，好。
那不能掉地上哈，因为它要咬。你记得我跟你说为什么它要咬吗？长牙齿，对吧？两只牙齿。对，上下四个，像兔子一样，就一直要咬东西。兔子 ，rabbit。我家里没有兔子。你家里没兔子？你家里有狗吗？我们家有狗，可可爱了。我给你看看啊，我看看。照片里我们家的喵喵在不在？哇！喵喵来看我们家狗好不好？请米粒啊，他拿不住了，拿久了就太重了。叮叮叮，嗯，说谢谢，说谢谢，嗯，我帮你拿着。这也这边的东西，你看，好玩不？就那个白的吗？对，你看，好玩不？这是我们家小狗。对，我们家的狗。这是你吗？对。你看，它会握手哦。你看。好玩不？哎，早知道应该把我们家狗带啊，不行，狗带不来，在台湾。那你们家的狗来我们家吧。好，下次带去你家好不好？你看，给它梳毛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别亲我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越亲。这是你吗？对，长得不太像，是不是？这里比较漂亮，是不是？诚实的孩子，因为那时候比较瘦。下次你再看到米粒妈妈就会瘦回来了，好不好？狗的奶，你看，可不可爱？下次你们来我家玩吧。好啊，可不可以？能带我去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米粒玩呢？你说。米粒跟你在一起就高兴了，你懂吗？哎呦，又掉了，又拿不住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妈妈帮你。又拿不住了。他手小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其实挺重的。我手大。对啊，你看你的手跟他的手，来，你看，比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这么小。对啊，所以他有。但是我手大。对，你看米粒的手，你比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我小时候，看到没有？小时候我你们小时候手也是这么小的，对、啊。所以呢，他拿什么东西拿一拿就掉了，因为手太小了。那这个嘞？所以要夹着，你看这有个夹子，可以夹在这上面，就他要是拿不住就不会掉地上了，看到没有？他咬了一个，对，他咬了一个地对啊，又拿不住了。谢谢呢，谢谢。这个电话是专门买来给他咬的，这有两个耳朵，他就可以咬那个耳朵。你看他的脚，这里也是小拇指，是吧？那他为什么不穿袜子呀？那你们一人帮他穿一只好不好？一人帮他穿一只。这是我小时候不知道穿袜子。好，米粒怕怕，米粒有一种我被当洋娃娃玩的感觉。啊，不怕不怕不怕，没事没事。但是我们不是坏的。当然，他知道的，他就是怕你们把他小脚趾掰断而已。因为太小了。好了，不怕了。我们不是把他的脚趾掰断的。米粒，你怎么了？你这边是不是过敏了？你一直抓。哎，真的耶，红了是吧？哪里红了？杨旭这边脖子这里，他一直用手抓。嗯。但我小时候也用手抓。哎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给你去擦点油油，好不好？你马上。叮叮叮！我得看着他。对，我不去了，一会儿吧。我也可以看着他。你们两个鼓鼓掌，他会学会拍手，他刚刚学会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尼莫来，一二三，拍手。米粒有没有拍手？拍拍手，跟个姐姐一样拍拍手。对，好聪明啊！哎呦，你们两个小老师教的真好。那你们两个站到这儿来。跟他说嗨，他在学嗨，打招呼，这样才有礼貌。好，来站这，来米娅站这。好，来说一、二、三，嗨，来，用手说嗨。对，手要打开。米粒说嗨。哎，不行，他真的不舒服哎，怎么一直抓那里？来，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这耳朵都是这样的。哎呦，你怎么红了呢？我去给你擦点油好不好？是不是不会说话？走。我就跑出来了。艾德，你跟我们一起走，你不要一个人在这，等一下又摔跤了。你去给米粒换衣服，走。艾德，你去看看米粒换衣服了。走。但是我也是女生。对。你
看他给你鼓掌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米粒不行，你那个衣服刺刺的。什么呀？你换尿布。这是他咬咬玩具。我咬玩具。来拿掉。是你的化妆品啊。对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他咬的那个小奶嘴。米娅，你站在这里，别让他摔下来。好，我给他拿衣服。对，我给他拿衣服啊、哦！你最棒了，你。太刺了，我现在发现。他也跟你玩，你看他高兴了，跟你玩。他一直喜欢我。他可喜欢你了。下次。哎呦，你看，嗯，我喜欢你。他说，嗯。下次来我们家玩吧。必须去你们家玩，好不好？必须的。不是，妈妈要回家，然后在家里玩。好，来，妈妈摸摸试试。你先回家，然后你再接他回来。对，我先回家是吧？我再来接他。那你要帮我照顾他哟。好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。那我们带他，我妈妈带他出去玩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去工作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我照顾他是不是？米娅姐姐帮我们拿一张湿纸巾给他擦手，可脏了，这个都没擦过。脏了。嗯，来，去给米娅姐姐擦擦手。来，米娅姐姐说要照顾你，是你的小保姆。好，来。可厉害了，米娅姐姐，好换手。但是我想，好了，你换衣服。妈妈垃圾桶吗？对，垃圾桶在，没关系，你先放这儿好了好，一会儿我一起弄。嗯，你在这帮我看着它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来丢。嗯，你看着它啊，别让它摔下去啊。对。两天行吗？行，我爸说的也。两天啊、嗯？那你会不会太累了？不会，我不会太累。你不会太累啊？不会。你两天要照顾他，挺累的，会不会？哈？你一点点去上班，我会保，我妈妈会保护他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有坏人，我们打我会踢他的。好，那交给你了啊、哦，两天，两天啊、哦嗯。那两天呢？米粒妈妈可以做好多事儿呢。太感谢你了，可棒了，我可高兴了。我每个小孩都喜欢照顾别人，扮演妈妈或爸爸的角色。米娅这样子一直帮我照顾米粒，而且真的每次跑房间跑好几次都很又远又远，都不辞千辛万苦，都挺感动的。我觉得米娅是很有个性的女孩子，她的自尊心很强，但是绝对是个善良的小孩。她是一个比较谨慎，但是一旦把心打开，她就把心交给你了。所以我挺珍惜他这个个性的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就是他，这个人。是。我的呀、啊？哎呦，太恐怖了！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？我要看。好。亲爱的超人妈妈们，一个小考验正等待着宝贝们，他们将通过四个不同的方式找到你们，在没有你们帮助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否顺利与你们团聚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找妈妈的游戏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藏起来是吗？米娅玩捉迷藏了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大人藏起来，你们小朋友最聪明，你们来找我们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们去玩这个游戏吧。好了，我们去躲吧，走。我们要去藏哪里啊？我们要藏哪里？是跟我们规定好的地方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们要藏哪儿？尼莫，你跟哥哥好，你们要怎么找妈妈知道吗？你们要先找到美术家儿的牛奶罐，牛奶罐里面有一个地图，这个拼图地图能让你们找到妈妈。这么难的任务，我不觉得你们会完成。各处都有啊，各处都有。对啊，你们的美术家的罐到处都是啊，你们让人家怎么找啊？这个不在屋里，在外面。一会儿我跟你们一块去，带着米粒好不好？我们拿着对讲机，然后一边问妈妈大概在哪个方位，靠着这个对讲机去找到你妈妈。你说这个捉迷藏比你们以前玩的难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对讲机在哪里？对讲机给我了，你看在这。对，不行，No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来。你是跟着他们还是跟着我们？我三个都跟着，两个都跟着，因为他们都躲在外面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先在这组队集合。好，来，安老大喊整队，整队。来，
排排好队，我们现在一起说，我们去找妈妈捉迷藏喽！一二三，我们说一定要找到，好不好？说找到，一二三，找到！啊，不够大声，尼莫没喊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找到！而尼莫还是没喊啊，再喊一次，一二三，找到！而尼莫你怎么还是没喊？这样玩到什么时候？好，尼莫出发了，找到！哦，了不起！来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我们应该拿一个旗子吼，我们应该拿一个旗子对吧？好，来，各位跟着我挥舞，对，齐米丽来挥挥舞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来，这个过阶梯要小心一点哈。妈妈，米娅小宝贝，你要先经过一座桥，你知道桥是什么的对不对 ？Bridge， 桥，经过一座桥。桥吗？你看会用吧？是的，你太厉害了。经过一座桥，你和安吉哥哥还有小鱼儿要先经过一座桥，好吗？了。捏不住。宝贝，你想跟妈咪说话的话，就按住那个橘色的按钮，然后不说了再松手，说的时候就一直按着，好吗？没事，他刚刚已经听到了，经过一座桥。对，好了，不用回话了，先去经过一座桥吧。我上了不行，你们上的挺快的，你们呢？米娅，你现在上了一个楼梯台阶 ，stairs。你就可以问一问，有大人的地方，你问问说，请问望京街怎么走？望京街。望京街怎么走啊？你先上台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认定我妈妈在哪儿？上过马路哪走？如果米娅真的是和安吉能找到，我就觉得哎呀，真长大了。我觉得可以，没问题，肯定能找着。自信的妈妈肯定能找着，你要相信他们。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走着走着别玩去就行了。反正肯定能找着，至于什么时候找着就不一定。对对对。往前走，对，就是往前走。一定我会找妈妈的，我很厉害。往前。安吉吗？不是，米娅，米娅是米娅。嗨，宝贝。妈妈，妈妈，啊！捏住橘色的这个按钮再说话，然后说完话再放手。这儿吗？还在尝试。刚刚像不像安吉叫你？有一点像，有一点。第二声我觉得有点像。嗯，对。哦，分开了，那就是米娅。那米娅和谁呢？米娅和米娅，他自己一个人。安吉他们有什么任务啊？他们是不一样的任务吗？我以为他们三个是一起的。对啊。哦，他们好像是后面要汇合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淡定，淡定。米娅，妈妈听得见你，你上完台阶了吗？哎，怎么听到声音了？对啊，是那里吗？有吗？有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因为我们上一个线，我们这些都坏了，我找不到了。我跟你一块找妈妈好吗？嗯。你给我跳舞行不行？好。我唱个歌给你听，你能不能把那个罐子给我？好。会唱什么歌？唱猴歌，但是猴歌只会唱一段啊。会唱猴歌吗？二三
开始。猴哥，猴哥，你真太难得，五斤大山压不住你。完了。那能不能把罐子给我了？谢谢。谢谢叔叔，拜拜。谢谢叔叔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好，我们拉着手吧，走快一点。你别去，安琪。这里头有。这里有吗？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找上我？我不走。这是我的衣服。我不想。这是我的。对，是你的。对。这个是我白的。这是白的。我的是粉色的。我要穿上去，怎么穿？我叫你穿。叫毛绒地上能穿。我要系上。我帮他穿，你把一下都跳进去。弟弟来，装飞机喽！哎，你弄反了。好吧。装飞机喽！装飞机喽！什么？九爷什么？在这儿呢。哎呀。怎么系不上裤子了？不要你给我系一下吧。什么？系小口。你要系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系。哪里系呀？你帮我系。好。你还不会去不是？是。莉亚，快系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小扣子，一个小乌龟。对呀，这有一个小屋子，是谁住？你进，我不是，你进去吧。那这个嘞？那这个嘞？我这个我要进去。我怎么下去？谁叫你上来的呀？莉亚说我上来的。嗯、啊。这个地图怎么都折了呢？这个是分开的吗？难道？我们找到了呀。OK。这个大房子是谁住？我帮你打。我们找到了已经。我也知道在哪儿。他擦着小唱，他拿着，背上他。谁呀、啊？他，就他拿着。衣服到了吗？衣服送给你们了吗？最前面那个呀。对，就前面。弟弟问的，你来问吧，你是女生，你来问吧。你喊叔叔。对。你喊吧。咱们两个喊，我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叔叔。没听见，咱们还得到前点儿。咱没听见，居然。他们坐来了。叔叔。对。我可以拿那个吗？你想要这个？嗯。行啊。谢谢叔叔。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？里面有一块拼图，对，还有一张车票。车票，我可以护送你们到车坐车的那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跟着我走行不行？好，来走。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了，米娅。顺利完成了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已经拼好拼图了，正往你那儿赶呢。正
玩那个。好的，你们太棒了。好的，完成了任务，快点，快点，对，妈妈，等着呢，快点，快点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，这样了。你们拼图是一起拼的吗？你学会用那个对讲机了吗？对，你们会用吗？是不是？你好棒啊！你找到妈妈了。当妈妈的那种自豪感，就觉得你看我女儿做到了，不管她经历了什么，不管有多少人去帮助她，但是她做到了，她把一件事情从开头做到结尾，她把一件事情整整的、完整的做下来了，最后看到我了。我除了自豪，就是自豪了。大白头发没有，我也没有胡子，有眼睛，挺大嘞。哎，等你看，我长大了。小女生变成了超人，因为爱着萌萌哒的小迪奇儿童盖特别研制出三种不同的口味、颜色的钙片，丰富多彩的大象造型，让孩子在轻松愉悦中快乐补钙。除此之外，迪奇儿童盖采用全新升级的无糖配方，让孩子在健康补钙的同时远离蛀牙的烦恼。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迪巧升高的促进计划，帮助你的宝贝们实现他们的梦想。